我冷。真的都没有啊？都外太空了，都飘走了，东西都。万一又失算了，既然身上都没有，走吧。马里天高星自转速度为 m 星的一点三倍，按照一小时六十分钟来算的，但是它实际的设定是一小时46.15分钟。但是他不是把基地里面的所有计时系统调了吗？那这个算不算是基地里面的计时系统？不是，这个不是时间，这只是一个能量。但这个六十分钟还是六十分钟，所以我们这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小时，他说的是六十分钟，是我们自动对应为一小时。3小时。哎，这个船长日志就只有写一个内容，就点一下。这是43年。这是星辰舰队的成果，下一篇。Y 星系存在宜居星球八星，需穿越特殊引力的星门才能到达。穿越星门需要通过特定方程式精密计算飞行轨迹，找到唯一匹配的一个常数，否则会被引力场撕碎。经过星辰号科学家反复验算，得出了12个解，只能一一进行实地验证。整个舰队剩下了22人，分为11组，抽签决定顺序，2人1组来穿越星门。现在全部等于新大海和好星辰，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是第一组人，他们没有能够找到对的这个成果。师傅推出去之后，如果找错了会被撕碎是吗？对，这些人都已经牺牲了。但第10组，你看10组也不见了，10组没有结果。哦呦，这里有个 WiFi 哎，钟表系统，它是有每个人的这个时间系统。你点真太空的呀，你点我们的没有意义。M 星。查看，今天早上12点凌晨的时候，他的时间系统被修改了。操作记录没有？你看他进去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没事的人也是显得计时系统 speed 为1.3，也就是1.3是对的，对吧？但是他的现在也是1.3，但是他也有一个改过的记录。那他是之前是错的，对吧？在今天的0点之前真的是错的。他是1.3，就是跟大家的时间一样。他定的就是7点钟的闹钟，等于他定的七。哦，就是改过之后他定的是7点，但是因为改了之后，他实际响的时候是5点20。意思是他之前是一，然后改成1.3吗？